事情还没得到解决。 全是帽子叔叔，花钱你开什么直播的？花了两百块钱，你开了两百块钱，什么鬼？你开抖音呢？啊？开抖音呢？啊？花了他两百块钱，这黄大师在这里呢。真的很生气。发钱了吗？花了两百。两百？嗯，凭什么发？ 圈，啊，花圈，元宝，元宝，金，金，起风。